请各位大德合掌，我们共同称念本师圣号及开经偈：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好，请放掌。好，各位大德，我们今天继续来研究这个楞严经，请翻开正脉科会四十四十四页，啊，四十四页。这开始进入这个破妄出征这一段哈，那么分别开示里面的两个，一个是四起迷梦，一个呢是后面哦，开启未开啊。那四起迷梦呢，就是在四十四页的2468第八行哈，总出其过这边。阿难，一切众生轮回世间，由二颠倒分别见妄，当处发生，当夜流转轮转，云何二见？一则众生别业妄见，二则众生同分妄见，云何名为别业妄见？阿难，如世间人目有赤神，夜见灯光，别有圆影，五色重叠，于意云何？此夜灯明所现圆光，唯是灯色，唯当见色。阿难，此若灯色，则非神人，何不同见？而此圆影为神之观，若是见色，见已成色，则彼神人见圆影者名为何等？复知阿难，若此圆影离灯别有，则和旁观屏障机缘有缘引出，离见别有，因非言主，云何审人目见缘引？是故当知，色实在灯，见病为引，引见俱审，见审非病，终不因言是灯是见，于世中有非灯非见，如第二月非体非引，何以故？第二之观捏所成故，诸有智者不应说此，不应说言此捏根源，是行非行，离见非见，此亦如是。目神所成，今欲明谁是灯是见？何况分别非灯非见？啊，这段不好了解啊，真的有它的难度哦。那么这个上礼拜呢？已经有稍微解释了一下，这个轮回世间由二颠倒分别见妄啊，这个一切众生轮回世间就包括凡夫、恶圣啊，包括分段生死，包括变异生死啊。那么二颠倒分别见妄，我们上礼拜引用这个执掌书讲的比较简单一点，他说这两个呢，这同别二境。本来都是唯心所现，但是呢，众生不明白，迷惑颠倒，执为心外有这个两种境界，啊，众生不了，执为心外，所以叫做颠倒。然后在颠倒里面再分自分他，这样叫做分别啊。那特别强调，为什么不是用妄见，而是用颠倒分别见妄？就是呢，真见当中带一分妄见，所以用个见妄。这个是执掌书啊，比较简单的一个解释。那么当业发生，当业轮转，也是啊，执掌书讲的都比较简略一点。他说当处呢，就是自心所现；当业的话呢，就是自业所招，不是离开自心自己的业，另外别有那些境界啊。所以这个是比较简单的去了解这样的经文。啊，那我们一般这样看，哎，大概看得懂了。
可是呢，如果要详细的了解像郑脉书这样的写的话，那就更清楚了。请看今天的讲义，他解释"荡处发生，荡叶轮转"。他说这个"荡"字要念去声，就是指当下。那么荡处，全法界心变成迷惑之处。没有离开这一真一法界啊，或者是呢一真如性全体的法界，片成迷惑之处，所以叫做荡处。所以执掌书写的比较简单一点，都是自心所现。哎，那也没错啊，只不过呢，郑曼书用这样比较多的文字，你就体会更多了。原来是。就在当下，这一真如心，因为迷惑颠倒，就出现有这个境界。这些别业的境界，或者是呢同分的境界。所以就好像起心论里面讲的，根本无明，一念不觉，就变成无明业相。当你有无明业相之后，就有能见相，有境界相。所以这些境界相就出现了，并没有离开一真如心，只是因为有这个无明之后，就好像有这些境界了，相似的而有一样。所以呢，回到郑脉书，他说呢，如果你了解这样的叫做荡处的话，本非处而言处，假名为处，不是真的有那个境界相嘛。虚幻的，不是真实有的，再来发生，荡处发生。他说这个发生呢，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境界相出现了，所以也是尽法界遍现情与无情一切世界。这里面再分成有情跟无情，所以就在这个法界全体全法界心的当下，就现出来这些境界相了。那他说下文那个是后面的经文啊，后面还会提到，所以呢就先不去管它哦。所以教光法师让我们了解，这个荡处发生，纯粹是因为有无明，所以你现出这样的一个境界。还没讲到造业，未及业招。所以这叫做同分尽现，他用的是同分尽，就是说配合那个同分妄见这样来讲，那么荡业发生，就衔接着前面那个荡处，基于荡处惑境之中，已经有境界相了，在这里面呢，你再去取着造业，也就是说进入了六处相去了。你也可以配合起心论这样的去了解，你已经在六处里面起惑造业了。所以既然会起惑造业，那就有三界六道的果报出现了，所以叫做随业受报的轮转，次第迁流成无边的轮回，所以叫轮转。所以不是只有无明所现出来的境界相而已，还会因为去造业招感这些果报，所以就配合别业妄见去讲，是别业尽成。所以这两句刚好配合别业的尽跟同分的尽，所以后面才又在强调为什么两个地方都用个荡字，处跟业都用个荡。分开，其实它就是两个字，分开讲哈。荡处显不动意，他用举那个例子，就是我们上礼拜要结束的时候所举的例子，就在梦境当中，在梦心现梦境当中，梦境无量无边，所以你在梦境里面呢，所见无量多境、无量奔驰，但是呢，实际上不离床枕，寸步无移，所以叫做荡处。那荡业呢？显无物意，就只是自己的业力虚幻所现出来的自业幻成，然后我们在里面
虚妄的分别，虚妄的执着，虚妄的造业，然后呢，就不得不要去受果报，也是虚妄的受果报。所以妄取妄受，更无别物。你说那可不可以配合前面那个梦境呢？当然也还是可以啊。哦，所以前面那个梦境，他用的譬喻，主要是要强调那个当处，你没有离开，没有离开你的床上，你还在睡在床上，但是就有无量无边的梦境出现。然后呢，后面这个呢，就是你在梦里面造多少业，受多少果报啊，那么也都是呢，不是真的发生了。所以都是业幻，啊，自业幻成，妄取妄受。所以他说这两个见妄，是则见妄能招如是大患，所以不可不了悟而远离也。啊，这结语就做这个，所以这个文字一多，解释一清楚，就比执掌书，那我们就体会更多。啊，那么。执掌书有没有写错？没有，他只是把重点简单的文字，然后用重点表达出来。可是我们没有办法自己就能够像正脉书有这么多的体会，所以借由文字多一点，哎，我们就体会多一点。啊，所以这个就是呢，这个一开始总出其过，啊，佛对阿难讲，一切众生轮回世间。就是因为有这两种颠倒的分别见妄，那么接下来呢，就开始解释这分开讲这两种妄见了。一则众生别妄见，二则众生同分妄见，那么因此呢，这个正脉书在解释这两个的时候呢，它的文字是多了，然后呢。初学多到呢，初学的人呢，一看就头脑就灰起来了，就比较容易看不清楚，所以呢，我们也是呢，看好几遍，好几遍，现在呢就一看就比较清楚了，是希望呢，透过这我的经验报告，让你们各位第一次看呢就省事一点。如果在座已经有看过第二遍、第三遍的呢，再来看，你应该就会比上一次更清楚。你看好今天的这个讲义哈，他要解释这二见的时候，他说一切都是唯心境界，其实一切境界都是唯心所现，极尽十方唯我一心。既然都是唯是一心，哪里有亲疏远近之分呢？应该没有。但是呢，我们凡夫已经有这个见妄所迷，所以就没有办法跟佛一样。这种全体住持、全体受用，没有办法，因此就有差别了。没有办法像佛这样子，全体住持、全体受用，本是一心，唯是一心，就分了，分成比较靠近的、比较疏远的。所以，于是有见其自所住持现得作用，而为清净之境。有见其他所住持非己受用，而为疏远之境，所以他把它划分成两类，一个是清净，一个是疏远。清净的是自己造成的，而且现得受用；啊，另外一个好像是不是自己造成的，是跟别人有关系的，所以好像跟自己的受用。没有那么密切的关系，所以叫做疏远。其实他这样讲，主要在讲什么？清净的，就是别业妄见看出来的；疏远的，就是同分妄见看出来的。所以你看，他下面就补充说明了：你觉得比较清净的，是自己马上可以有所受用的，就不管是好的不好的，那个是不为惑现兼业系。有那个境界之后，你还在这里面已经有所造业，自己造业，自己受果报，所以你会觉得，哎，好像跟自己比较近，自己会有所感受，会有所果报这样子。
所以他说呢，这个呢，实际上是你颠倒分别见妄看出来的，感受出来的。否则应该是什么呢？你看，自业发明，还自取着，是你的业力自己招感的，非实心外，实非心外，实有与他共住之处，这叫做别业妄见。所以他观无说，特由颠倒分别，乃妄见其心外实有与他共住，岂真实哉？不是，都是自己业力所招感出来的。那举现在的例子，譬如说，各位现在会来到这个地方，然后呢，会有这么一间教室，大家共同一起坐在这边，一起来上课。那你一定会认为说，那这个教室是基金会准备来的，桌子、椅子啊、设备啊，是基金会准备来的，我只是来上课而已。所以他讲的就是这个。那实际上，这个教室的出现，跟你的志业、自己的业，不是一点关系都没有，不是啊。但是我们会觉得我只是从我家，然后走来这边，这是你们的啊，这是你们基金会的教室啊，那是从世间的这个缘起的角度来看，您讲的也没有错。但是呢，现在《楞严经》要让我们了解的，你会感得有这么一间教室，你可以在这边来上课，也是你志业所感。跟你自己的别业脱不了关系。他要讲的就是这个，所以他才会说：由于是颠倒分别，乃妄见其心外实有与他共住。其实都跟你自心的业有关啊。那么这个是清净的。再来，殊缘者虽非业系，而但由惑现，盖与众同惑而还同众见。非实非心外实有与己无干之境。那么我们刚举例的是，这间教室跟你有很密切的关系啊。但是当你正在这间教室上课的时候，不要说台湾其他地方，再远一点，美国啦、欧洲啦、非洲啦那些地方，你知道是有那么地球上有这么一个地方，但是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所以你就会觉得那些地方呢，与己无干，但是有没有呢？实有。所以由颠倒分别乃妄见其心外实有与己无干的那种同分妄见。但为什么会有这个感觉呢？因为你的业跟那边没有很密切的关联，所以才会说呢，非业系。但是因为你有那个惑在。但由惑现，所以与众同惑。你有那个惑，我也有，大家都有，所以大家才感觉到真的有那么地球上有那么一些地区，有那么一些国家。所以与众同惑，与众同见，但不是跟你的心一点关系都没有，不是。但我们内心都认为，那跟我有什么关系？那就是地球嘛。所以这个也是一种妄见。所以这两种境界都跟自己的惑有关，那就是什么？无明惑，无明业相所招感出来的境界相。但是如果是像这样一间教室，或是你家啊，或者是你常常在活动的那一些环境，那就跟你的业有关。但是不管是疏远的，是亲近的，都是跟你的心，跟你的无明有关。所以他是这样来解释。所以当知此与旧说不同。旧说的话呢，就把别业妄见呢就约一人，同分妄见就约多人。他说，你如果是这样来解释楞严经的这个，就与万法唯心相悖。所以今唯约阿难一心，就单独就阿难来说，兼具此二种妄见。
那阿难如此，我们每一个众生都是如此啊。所以但曰业别别见，或同同见。业别别见，你所感受出来的就是别业妄见的境界；或同同见，就是同分妄见感受出来的境界。啊，所以是做这样的分别而已。欲治阿难以利一切众生，人人皆具此二种妄见，方为尽理。那么，什么叫做别业？就为别业约一人，同分约多人，就是下面那个有一个共业不共业。你把《楞严经》的这两种别业妄见跟同分妄见，你就把它看待成共业不共业。这就是正脉书要特别强调的。你这样的话呢，就错解了《楞严经》的这两个妄见啊。那么共业不共业，我们了解一下。共业是众生共通之业，能招感自他共同受用之山河大地气世间依报的业。共业是感依报的业，那个人的业因能招感个人受用的五根等正报之业，叫做不共业。所以他这样的解释比较直接，就对比下来，共业依报，不共业正报。那后面呢，唯识中的解释呢，就不尽然完全是合乎这样子，但还比较细的。他说呢，共业是一种种子，它能够资助共相种子，让它起现行的真上缘。所以就种子而论，共业不共业为能感之业种子，而依正恶报之清因缘种子是共相不共相。所以共相就感得依报，不共相的种子就感得正报。但是共业不共业的种子呢，是能够帮助共业不共业的业种，是能够资助清因缘的共相不共相种子，令它升起现行。哦，要看清楚哦，感得正报的清因缘是不共相种子，感得你的依报的种子是共相种子，但是呢，共业不共业的种子只是帮助你这种感得正报依报的种子起现行，资助他的，只是这样而已哦。所以你说那善恶业呢？善恶业的现行随起即灭，所以助他的功能劣弱。但是呢，善恶业所熏习下来的业种子可以相续留住，能够资助当来的益手果，是这个功能比较强盛。所以唯识中是专就共业不共业那种种子来论共业不共业，而不是以那个现行来论。哦，所以这个又是呢唯识中里面对共业不共业有比较细的注解。但是呢，不管如何，都跟《楞严经》里面这边讲的别妄见、同妄见是不一样的哦。哦，所以再回过去上面去啊，再回到上面的那个我们刚刚念的，就是呢有一个刮胡颠倒分别见妄那个词啊，前面不是说一切众生轮回世间由恶颠倒分别见妄吗？一刚开始如果先解释这一段，那一定是迷糊的，所以一定要先把所谓的清净的境界、疏远的境界啊，那一段呢先看了之后，再回过头来了解这个所谓的颠倒分别见妄，正是因为它有这种颠倒分别，所以是见妄之体相就是颠倒分别，这种分别是颠倒了。那怎么样说它这种分别是颠倒了？从三个方面来说，从三个角度来说，这种分别是颠倒了。第一个，迷别为同；第二个，迷同为别；第三个，迷实为虚。啊，迷虚为实，迷虚为实，这三个。所以第一个迷别为同呢，本来是你自己内心别业自现的境，但是呢，你却迷为呢心外
同他共住之境，就是像刚刚墨学所举的例子，这个教室，你来这边，在这个教室上课，这样的一个境界，本来都是你自心业力所感，自心业力所现，但是你觉得，哎，这个不是只有我自己吧？还有这么多人呢，大家一起共住啊。所以这叫做迷别为同。再来，迷同为别，本是自惑所现，与众同分之境，但是你竟然视为心外，与己无干。所以与己无干，当然就别了。他要讲的是这个。也就是说，你自己惑所现的，跟别人，因为我们都是人法界众生，都是人道众生，所以我们的无明惑有相似的地方，所以才会说呢，是众同分之境。你的无明惑跟我的无明惑有共同类似的部分，所以你才会感得也是有这么一个地球啊。除了你所居住的这一些这个依傍环境，还有你跟你一点都没有关系的啊，我们也没有去过美国，我们也没有去过非洲等等之类的，但是你知道它有。在与己无干，但实际上那些会现出来，也是自己自惑所现，但你却认为那个跟自己没有关系，这叫做颠倒的分别的第二种。第三个，一切都是虚妄的，但是我们都把它当实有，本来是惑或者是业虚妄现出来的影像，惑业虚影。但我们都把它当成是心外实有定向之物，所以叫做颠倒分别。所以，当你了解原来这个名词在正脉书里面这样一解释，你再去看其他的楞严经的注解，你就发现没有哪一本写得比这个更清楚。那只不过就是呢，一开始，你要去了解它这个诊断，而且它还分在两个不同的地方，看拢无，灰啥啥，母啥啥，真的刚开始看，这在写什么？也不过就是分别颠倒，颠倒分别，哪会这么复杂呢？对不对？那共这个别业妄见，同分妄见，弄成一个共业，一个不共业，不就简单了吗？弄得这么复杂干什么呢？哦。他为什么要弄得这么复杂，或者说要讲得这么详细，要跟后面的文要有关。总不可能佛陀说一个名词，然后后头的解释跟这个名词一点关系都没有，或者是说你这个名词定下来跟后面的文一点关系都没有，那何必呢？所以你千万不要图方便就把那个共业同分妄见跟别业妄见就解释成共业不共业，那这样一来，后面的这一些文字，后面的经文，你全部都兜不起来。所以你如果你是第一次看到这样的注解啊，那么你再多看两次，应该就会比较能够清楚一点哈。好，那么再来回到课本哈，44页。这个第十行，它的科判里面那个小字啊，各举义例，刮胡里面啊，都是那么小字，所以呢，这讲义呢就把它弄大字一点哈。所谓的各举义例，就是别妄见跟同分妄见，它都举一的例子，让我们比较容易了解。所以呢，它这边正脉书里面就说佛举、神隐、摘相。这两个义之者，将以立后一处、多处之难之者，这个就是科会里面那个小字的地方。那么神隐、摘相，就是我们刚刚念过的那一段的，那个就是神隐。所谓的神，就是眼睛有毛病。眼睛有毛病呢，以前呢就比较这个一种泛称。一种比较简单的统合的称法，就叫做神目神，
眼睛神了，现在呢，眼科医师那就不同了，看你是青光眼，是白内障，是飞蚊症啊，是角膜炎等等的，有不同的这个病。但是呢，他这边主要是举这个例子呢，是说明你眼睛有毛病之后，你看出去呢，就不是那个焦距啊，不是那么的明确，不是那么能够定焦，你呢会闪掉。那照这样说，看起来比较跟近视或散光呵呵比较近一点、哦、同样呢，就看一盏灯，那我们看就看灯啊，旁边呢这个亮亮的哦，那亮，如果只要那个灯不要太刺眼，那我们看着看着还是可以看得清楚哪边是灯管，然后旁边是光明这样子。那如果课本所举的这个呢啊，有神影，就是呢一看整个都是一片的光，那个灯管看不到。甚至呢他举例的就是灯管看得到，但是旁边的那个影子呢好像又有另外一只灯管，或者是呢一个灯泡，旁边还多一个灯泡，有内灯泡有外灯泡，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哦、那么这个就是他所举的一个例子来譬喻什么别业望见。那摘相的话呢是在四十五页这边呢，就是最后三行说有一个小岛小洲，里面有两个国家啊。那很特别的是，有一个国家的人民都造善业，有一个国家的人老百姓都造恶业，所以造恶业的都见到不祥境界，那造善业的呢人家都看不到这一些灾相。所以他就举这个例子要去说明同分望见、哦、因此呢小字里面他就说这个举神隐灾相易之者，将以利后一处多处之难之者。如果你是写说呢以利后这个别业望见同分望见之难之者，这也就一下子就明白了，来一个什么一处多处，这个还没进到内文，然后科判就先给你 这句话，什么叫做一处多处啊？真的这个没有把全部读完、哦、你真的根本不晓得刚开始的科判写这个是什么意思。所以呢今天的讲义呢就先把他所要立之的那个后面的部分呢先给各位点出来。你看、哦、课本的四十六页倒数第五行，这边例如今日以目观见山河国土及诸众生，皆是无始见病所成。这就是你自己的别业望见，所以是你用你自己的眼睛看到有这些山河国土众生。他说这就是你无始来的见病所成，这是一处、哦、再来四十七页倒数第六行，倒数第六行，利彼望见别业一人，一并目人同彼一国，彼见缘引神望所生，指此众同分所见不祥，同见业中障恶所起。你看这里面有一人，也有一国之人，一人看到那个缘引灯光的缘引是自己的神望所生，但是呢也可以以此类推，众人在那个小国里面众同分所见不祥，同见业中障恶所起，所以这里面有一处也有多处。再来四十八页第五行，所以立阎浮提三千洲中，监视大海 啊等等啊，十方诸有漏国及诸众生，那么这个就是更多处了，不是只有那一个小岛那两个国家，而是呢再往外推，整个气世间从狭到广，只要是有漏国土以及呢是有情众生。所以你看同是觉明无漏妙心，见闻觉知虚妄病缘，
所以都是从容易知道的推推推推到一处多处，乃至那个多处呢还可以广到十方有漏国土及诸众生。所以他科判讲的这个就是这个意思，一处多处，而且经文很明确的都有一个例字哦，你们注意看，我们刚刚举了那三段，一开始都有那个例字开始，例如那个例，所以这也是教光法师在正脉书里面，他非常值得令人赞叹的地方。他要写注解，绝对不会是没有经文的依据，就完全照自己的想法、自己的意思写，不会，他一定要有经文的依据。所以这个就是他刚开始科判给你讲的各举义例，举这两个例子比较容易了解的，让你以此类推知道比较难懂的。好，所以请看讲义的第二页的第一行最后两个字，清净之境虽为别业，我们刚说了那个是别业妄见所看出来跟你比较有关系的清净之境，那是别业，这里面是有自己造业自己所感得的果报、哦、但是呢实亦与众共同住与众共住同见，就像我们刚举例的这间教室啊，与众共住同见，诚难觉其为别为虚，你很难了解，这个就是自己别业妄见所见到的是虚妄的境界，所以就用审见灯轮，就眼睛有毛病，看到呢灯光旁边有圆影，用这个比较能够了解，是别中之别，虚上之虚，因为只有眼睛有毛病的人才看得到，所以是别中不别，虚中之虚。如果眼睛没有毛病，怎么能够看到这些虚影呢？所以呢，正常的人的眼睛是看不到的，所以这叫虚上之虚，是乃最易知其为别为妄者矣。所以用最容易了解别业妄见的做代表来做例子，原因在这里，疏远之境虽为同分，但是呢觉得跟自己有什么关系呢？见其与己隔悬隔，受用不一，我又不会去到非洲啊，说不定了，说不定慧理法师就请我们去参观一下这样啊。那么这个受用不一啊，所以诚然觉其为同为妄，但是如果是呢你所处的那个国家，你所处的那个地区有障恶灾相，那就是同中之同，但是呢又是妄中之妄，那是很明确的啦，是乃可事上可易知其为同为虚，所以举这个最容易体会的，然后再推到难知的啊，它的说明是这个样子啊。好，所以呢这个就把这个科判的这一段呢先做个交代，同时把别业妄见、同分妄见啊，所谓的清净的境界、疏远的境界啊，都稍微做这样的解释过了。那么下来的话呢，你看哈，我们上礼拜的讲义有说呢，别业妄见、同分妄见都各有三段或者四段，那三段四段呢都是前面那三个都一样，先以真起，然后呢成其所见，然后第三段了无其实，第四段才详事妄因，同分妄见呢详事妄因就没有。所以呢我们刚刚那个别业妄见全经文念完了，那你先对照课本哈的那个科判，先以真起就是经文的一开始，云何名为别业妄见啊，佛就先这样问，什么叫做别业妄见？啊，所以接下来佛就对阿难讲：如世间人目有炽盏，夜见灯光，别有缘影，五色重叠。啊，那么这时候呢，直接来看我们郑老师、郑水吉老师的这个新表解的白话文呢，就简单了，35页，啊。就是呢，上面接着上面哈，上面下来，那
各位慢慢翻哈，35页。你看哈，他在下面这个表各举义例，哈，那么经文是能力，所立的是难知，啊这部分，那么真诚所见，为什么叫做别妄见呢？阿难，譬如世间有人因眼生次审，或者是次意，就是眼睛有毛病啊。于夜间见灯火时，必见灯火外围另有一个五色重叠的圆影。啊，那么对照过来课本后，接下来呢，你看这个用的两段啊，那么鸠光法师用的呢是，你看那个科会44页上面最后五行、最后六行这边，审于二处，难其吉离分二，难吉灯吉见，难离灯离见。哦，说实在话不好了解哈，它的二处，你对照今天的讲义哈，告诉你审于二处，就是审于哪两处呢？灯跟见。哦，灯跟见，然后呢难其吉离，他把它分开，难吉灯吉见，难离灯离见，实际上呢就是呢像讲义这边写的，或者是像郑老师写的哈，破双吉破双离了。为什么都用双？就是灯跟见两个，既不是吉灯吉见，也不是离灯离见，这样就比较好懂，哦，所以有了这样稍微有一点这样的了解之后，你再回来看新表解它的白话解释，啊，那么白话看懂了，经文文言文的经文就看懂了后，你看哈，哦，回到新表解这边破双极这边，他说阿难，若是灯光有这样子的五重圆影，有这样的颜色，灯本身就有这样子。那为什么正常的眼睛的人，非目审之人，怎么他看不到呢？只有眼睛有毛病的才看得到呢？哇，只而此原因唯独审人之观，所以非审不见，破即灯，不是灯上就有，是你眼睛有毛病才会有。如果灯上就有，正常的人也可以看得到。啊。所以非审眼睛没毛病的人就看不到，所以它不是灯上就有的，叫破吉灯。那若是见实有之颜色，哦，如果见本身就有这样的五色圆影，此见既成圆影之色，当不能以见再去见见，则比目审之人见圆影之见，当名为何物呢？所以色不自见，这个就稍微有点转弯了哈。如果那个见能够呢生那个色，你还可以分得清楚，离开见另有一个五色圆影。但是他现在不是这样说哦，他说如果这个五色圆影本身就是审见本身的东西，所以是见实有的，就好像灯本身就有这种五色圆影，这个审见本身也有这样的五色圆影，那这时候那个见已经变成五色圆影了，他还用什么东西去看这个五色圆影呢？所以不能够用见再去见那个见，哦，所以目审之人见圆影之见，那时候能见的要叫什么呢？因为你能见的是那个 有毛病的见，已经变成是五色圆影了，那这时候能见的是什么东西呢？哦，所以它破即见，色不自见，破即见，所以就两个了啊，即灯即见都破。再来离灯离见呢？啊，他说如果离灯，若离灯火而别更有体，那个五色圆影有另外的体。那么这时候呢，你不要看灯火，你旁观，把眼睛移开，看围屏、帐幔、几案、筵席，就看这些桌子、椅子啦、啊屏风啦等等，那你也应该有看到这样五色圆影。为什么没有？
为什么单独你要看灯光才有？所以不可以离灯另有啊，旁观五体破离灯，也就是说不可以离开灯另有五色圆影的本体。那离见呢？啊，离见就离的是省见哦，是带着有毛病的见，有毛病的见哦。若离见而别自由，而别有自体，则此圆影应非眼足，不需要用眼睛才会有这种现象。为什么眼睛有毛病的人一定是用这种眼带着有毛病的眼睛看灯才会看到圆影呢？所以也不是离见另有，不是离灯另有，也不是离见另有。哦，所以这白话有所了解之后，你再来看经文，也就是说呢，四十四页最后这四行就讲这件事情。若此，此若灯色，是灯光本身的有的这个色，五色圆影哦，哈，五色重叠的那个圆影。如果这是灯本身的色，那正常的眼睛的人为什么不一起一样看得见呢？而圆影只有是眼睛有毛病的才看得出来呢？啊，所以到这里是破即灯。啊，再来。若是见色，是这种眼睛有毛病本身的色，那这时候呢，那个见已经成色，则彼审人见原因者，用什么东西去见五色原因？你那个能见哪里去了？啊，你的见已成色啊！啊，讲的是这个，所以比较难懂就是这句话，啊，就是。配合新表姐的白话解释，你大概就多少能够体会得出来哈。这是即灯即见都不可以。那离灯离见呢？若此原影离灯别有，这时候你看旁边的东西也应该要有。哦，可是没有啊，啊，所以不可以离灯。再来离见别有的话呢，那不要用眼睛也可以看出这个五色原影。为什么眼睛有毛病的人一定还要用眼睛才会看出这个原因呢？所以也不能够离见。哦，所以这个就是他透过这样四个段落，整个科判告诉你什么？了其了无其实，明了这个五色原因本身，不可即灯即见。不可离灯离见，所以都不是实有的。那都不是实有，为什么会看得到？所以下面就告诉你妄因，你会有这样的妄见的因就在这里。是故当知，色实在灯，见病为影。你会看出这些五色重叠的原影，还要借着灯。但是呢，借着灯，为什么你会看出有五色圆影？别人正常的人看不到，见病为影，你的见有毛病造成的根本原因就在于见有毛病。所以今天的讲义哈，这边就说详释妄因啊，他先讲了一下上科但举即离皆非，足显虚妄。但是没有讲出虚妄的根由，即无病见体，以及呢没有毛病的人的那个见的体是什么？到这一科才把它讲完整。先讲为什么你会看出五色圆影的根由，因为你的见有毛病了。但当你的见没有病的时候，那是怎么一个状况？那是后面要讲。哦，所以这个经文的色实在灯，见病为影。就是讲这件事情，好，那么你翻新表姐，翻回到新表姐三十六页，详释妄因这边，是故当知五色实虚在灯上而后现，这是经文的色实在灯，因为屏障啊、桌子椅子啊是不会出现的，然后五色虽不离灯现。
但实非急登之引，不可以急登。哦，也就是说，不是灯本身有这样的色，五色原因没有，是因为你见上有审病，才会看到原因，也就是经文写的“见病为引”。哦，所以你会看到这五色原因，是你的见病所看出来的。所以他说：“刮胡见上审病，正是真实的妄因。”正常的眼睛看灯，不会看出五色原因出来。到这里，哦，然后下面的经文，引见具审，见审非病。你看它上面的标注呢，见体无干，这个才是告诉你无病的见体，无病的见体，啊，所以引见具审，见审非病怎么解释？一样看心表解比较好懂哦。你看他说所见缘引，这个是第一个字引，是次神所生，但是能见的见病也是次神所成，引跟见都是次神所成的，所以引与见病俱是一神而已，意思就是说引跟病是一体，未有引非目病，亦未有目病而无引者，故合引与病方称为审。什么意思？眼睛有毛病才会看出原影，有看出原影的就代表你一定眼睛有毛病，他的意思是这样。哦，所以这是第一句引见具审。那第二句呢，见审非病，白话说能够看到次审的真体就非是审病了。你能够知道说啊，原来是我眼睛有毛病，你就跳离开来了。他的意思是这样，即见审非病啊，就经文这句话啊，就是这个意思。以若见即是审，因不自见，今既宛然见审，岂能见之见体，即所见之审病乎？此意最重，正为由此无病见体，所以见见即非见也。这我们郑老师呢，虽然有时候用白话，但是呢，有时候又引用郑脉书的文言，以为他是白话，结果为什么看不懂？其实那是因为他是文言。好，回到讲义啊，见审非病这一段这一句，见审非病，特指能见审的见体。常治非病，多这一行，多这一句话，你一看就懂了。这句话特别在讲能见审，能看到审这个现象的没有病的见体，它是常治非病，它是没有病的，永远是没有病的，它才能够看到有毛病的审，所以与审本不相干。如果见即是审，他就自己没办法看到自己眼睛有毛病。见若是审，因不自见，今既宛然见审，他能够看得这么清楚，眼睛有毛病了，岂能见之自体，即所见之审病乎？不是啊，一定要正常的没有病的见体，才能够对比出来有毛病的审病了。他说此意最重，这个意思最重要，这句话要强调的也在这里，正为由此无病见体，所以见见即非病，见见即非见啊，这个就是课本的43页的第四行，再回到科会43页第四行，有没有？我们上礼拜就讲这个四意成就，见见之时，见非是见。哦，所以这叫做见见非见。当你真见能够看到妄见的时候，
代表你已经从妄见里面跳脱出来了。见见之时，见非是见，就是指这个。所以唯有无病的见体才能够呢跳开带着审病的见。那我又怕各位不太了解，回到讲义哦，再用起信论来做补充说明。起信论里面有一段话，若离业识，业识就是无明业相，三系相的第一个无明业相，用五识的时候他用的就是业识，所以若离业识则无见相，就是没有那个三系相的能见相。所以当你没有无明业相的时候，你就不会有能见跟所见，能见的能见相，所见的境界相，就不再有。他就举例说明，没有业识，离开业识的是什么？诸佛法身佛，以诸佛法身无有彼此色相叠相见故。法藏大师的义记里面的解释，他说这两句话，离业识则无见相者，倒过来说，要依业识才有转向跟现象，有无明业相才有能见相跟境界相。现在诸佛已经完全没有无明业相了，所以离业识等就是没有无明了，唯是真如。所以诸佛与诸佛之间，法身与法身之间，无有彼此色相叠相见故，就是没有这种分别见，分别之见，类似的这个道理。无病的见体才能够看出来有病的审见是什么的状况。如果呢本身带着无明想要去看清楚自己，那个就像圆觉里面讲的，你带着轮回的心想要去揣测那个真如，永远是揣测不出来。所以楞严经这一段的文字也是这个意思，见审非病。你真的能够看到审，你就不再是带病的审见了。那你怎么样能够看到审？就是佛陀给我们开示啊，就像前面那个见病为瘾啊。为什么会有五色缘瘾产生？是因为见有病。这个时候呢，再回到新表解35页，前面都是用经文解释，现在呢把它回归到法上面来。他不是说用 能力的意知的要去所立难知的吗？所以在法上面就是他右边的这个表，譬如凡夫外道 全教小圣，因见性带有一分无明，所以在迷味中，在三界内，你就以为会有，就幻现身境，就有这些东西，身五蕴，境世界五尘。因为带着无明，我们就觉得这些有五蕴，有气世间的五尘，身境。下面他就各自用身跟境做代表。那么讲的是三界内，他又特别用一个出字，三界内，因为带无明，所以你看到三界内有身有境，所以灯上面的五色圆影灯轮，讲的就是这种三界内幻现的身境。我们就认为有五蕴，有气世间这些依报，下面就破双极，破双离。若是三界内实有的设法，那么断尽无明的诸佛何以不见？而此身尽唯有无明未破的众生才会见到呢？所以破极三界内。再来，若是见性或是见经实有之设法，见性已成身尽之色，当不能以见再去见见，所以无明的众生见身尽的见叫做什么东西呢？所以不可以即见，
一定要有相对的能见所见，所以他不可以即是见经的设法。好，再来下面破双离，若离三界内另更有别体，那么三界外的二圣的涅槃也应该有啊，要不然我们都说他是进入无余涅槃呢。二圣罗汉进入无余涅槃就不再有生境了，如果他是离三界而另有体，所以三界外的二圣应该也会见到有生境，何以仅有三界内独有呢？所以破离三界内啊，再来破离见，若离见性或离见经另有别体，则此生境应非见性所见，云何无明的众生必用见性用见才能见到生跟境呢？所以也不可以离见。所以他这个表这样一个解释，哎，好懂一点了。假设呢，你我们再把它重复说一遍，单独就一个五蕴就好。这是我比较习惯的一个解释。我们凡夫就在五蕴和合当中，妄见虚妄的见到有我。有五蕴，这就是呢，审眼睛有毛病，看见灯上头有五色圆影，五蕴就像那根灯，那个灯泡。可是，在这种五蕴当中，你看到有我，那个就叫做五色圆影，完全是眼睛有毛病所看出来的虚妄景象，没有正确认识五蕴，以为五蕴当中另有一个我。那么这时候破双极破双离，就要问说，请问那个我是就在五蕴上，还是离五蕴另外别有？通通不对，既不是离五蕴实有我，也不是离五蕴另真的有我。那你觉得有我呢？那个觉得就是他讲的见，你觉得有我，那个觉得也是离开五蕴，即五蕴离五蕴，你的觉都是虚妄的觉有我，都是一种错误的执着而已。所以自身的五蕴可以是这样子的一个体会，人我在五蕴当中错误看到有人我，以此类推，外境的这个四大气世间，你也误会实有这些山河大地的依报外境法我，也都类似在灯上面看出五色圆影一样。所以这个看到有人我，看到有法我，都是自己看错了的别业妄见。他讲的就是这件事情。所以当你能够见病非神，你能够知道原来我会看到这一个有人我，有法我，就像经文写的色实在灯，见病为影。五蕴你不能说它没有，但是你在五蕴当中，在四大当中看出有我，有人我，有法我，都是见病看出来的。所以这时候你的感觉，你所看到的，你以为实有的这个五蕴或者是外面山河大地，其实都是有问题的，引见俱生。当你认识自己这样的了解，这样子的看法都是错误的，你才能够跳得出来见生，
才非病。哦，这样就 好懂一点了。哦，那么三十六页那个右边那个所立，哦，我根本不敢讲啊。为什么呢？我越看越糊涂啊！我本来已经懂了，结果被我们郑老师这样子，咚咚咚，因为他同时讲两个，你知道吗？所以害得我呢，哎呀，脑袋里面要稍微分开一下，那刮胡里面是怎么样，刮胡外面是什么，我还要自己在这个逻辑还怎么分开。所以呢，我后来呢，这个如果建议各位要看三十六页，就看左半边就好，右半边先慢点看。哦，真的是有一点复杂了一点，哦，其实他应该要写三个表格，那个所立难支那边呢再分开成两格，哦，这样的话呢你看文章的时候才会连贯，因为他的刮胡里面的跟刮胡外面的讲的是不同的，那所以你要看嘛就干脆都不要看刮胡，要不然就是另外都专门看刮胡内的。这个是我今天下午在那边到底要怎么样去讲，后来想算了，不要用他的三十六页的右边。我们直接来看这个经文，回到经文的四十五页的第四行。所以当你了解这个之后，终不因言是灯是剑，于是中有非灯非剑，哦，所以你不要说是灯是剑，或者是非灯非剑，有是有非，这即跟离都不可以啊。哦，是指这个意思。这里我看一下，你看好郑老师这个就比较简单一点，这个白话在三十五页啊，这详是望音的最后一段，既知都是是次神所成，因此终究不应说此缘引。这五色缘引是灯是剑所生，即灯即剑所生，或非灯非剑所有，或者离灯离剑所有，这个意思就是这样。所以刚好搭配前面的那个双非双这个破双即破双离，既不是即灯，也不是即剑，啊，也不是非灯，也不是非剑。这样的意思，哦，所以他等于又把前面呢做一个总结。只是呢，如果你不习惯他那个用词，这个是灯是剑，非灯非剑，其实就是即跟离，分开成两处，灯跟剑同时来讲。哦，好，回到课本，啊，喻明所以如第二月真正所譬喻的，啊，教光法师说真正拿出来譬喻的是这个。前面这个呢，它是举一个例子，不是用譬喻，它是指实际上例子来说明。真正做譬喻的是这个，如第二月，非体非影，何以故？第二之观捏所成故。啊，那么白话的解释一看就懂了哈。你看郑老师的，都先不要看他刮胡内的哦。先看刮胡外的就好了，哦，如第二月非见体所有之色，不是见体本身的色，非真月本有的影，这叫做非体非影，它的意思是这样。然后刮胡里面第二月就好像前面的灯光所现出来五色圆影，然后呢，这个见体本来的色，就好像审见实有的灯色。然后呢，真月本有的影，好像是呢，非是灯光实有的颜色。所以我就说哈，最好不要连刮胡一起看。回到我们的讲义哈，
直接看正脉书或许就不会混淆了啊。看看完正脉书了解之后，再回去看金表姐，就知道她要讲的是什么意思了。哦，非体非影，非体那个体是见体，那个影是月影。所以就像前面他举例的，天上的月亮是真月，捏目所看出来叫做第二月，月亮在水中的倒影叫第三月，叫月影。哦，他要讲的就是这个。所以说呢，这个非体不是见性见体本来有的，那也不是月影，像那个第三月不是，因为它是第二月，第二月不是像第三月那么的虚妄。那为什么会有第二月？捏目捏出来的，捏着眼睛看月亮看出来的第二月。所以第二月的真实的虚妄的因为在一个捏字而已，以捏则有，不捏则无。就如同前面的灯轮真实妄因，主要是在这个病见病为引，没有病就不会现原因，有病就现原因。哦，所以他要讲的就是这个意思。佛陀所举例的如第二月非体非影，是捏来的，捏所成故。所以回到经文，你看哈，诸有智者不应说言，此捏根源，是行非行，离见非见。这样子的捏的病啊，既不是呢行啊，行是什么呢？月。是行非行，就是是月非月。那也不能说呢离见非见。所以他把那个行改了一个字，突然搞不清楚那什么状况。哦，所以他的行就是讲月。所以回到讲义哦，你看这个行就是月行，双是行与非行，是行非行就是是月非月，双离见与非见。你注意看经文哦，是离见非见，是行是非行，应该这么说哦。所以是月非月，那是双极。然后双离呢，离见离非见。哦，原来还有这么复杂的事情哦。所以你看，离见就是非见，离非见就是是见。他的意思是这样，呵呵哦，就是双极双离，双极双离各自对着什么月跟见。所以那个捏啊，是月非月都不对啊，离见离非见也不对。所以才说呢，以月对见，双浅捏轮之是非，用这个月跟见来双浅捏轮的是非，意在欲明以灯对见，双浅审轮之吉离。所以是非就是吉离，重复在讲上面的意思了。哦，只是用词哦，这搞来搞去的好像很复杂哦。所以既不是离开月亮，也不是就是月亮的啊，即月离月，那也不可以离见或者是视见。所以见跟月都要双离双极，他讲的意思就是这样子。有一点复杂哈，不过还好。然后这个起码前头下来到这边才开始有一点混淆，但是多少还是可以连贯起来哦。对着月不可以急，也不可以离；对着剑也不可以急，也不可以离。那个捏就是这个状况。是捏目所成，全部的毛病都来自于这边。如果你急跟离都一定错啊，哦，所以你看最后的结语，
此亦如是，目神所成，今欲明谁是灯是剑，何况分别非灯非剑。同样的意思、哦、所以看讲义、哦、以法和弦，那个科判不是这么写吗？以法和弦嘛、哦、呈上可见第二月捏目所看出来的第二月不是实有的，唯捏是其根源。就像前面五色灯轮本无，省乃其病本，唯省乃其病本，即彻底虚妄，平和说其极离。又既离极皆非、哦、既然、哦、既然离极皆非，离跟极都错都不对，犹见彻底虚妄矣。盖神与无明皆如捏也，就跟那个第二月的捏类似，灯轮身尽都如第二月、哦、所以回到用白话来解释、哦、大概大家会好懂一点。如果没有根本无明，就不会有能见相跟境界相，就不会有这个执摩无明、哦、如果用起心论我们所了解的是这样。那么可是问题是根本无明怎么来的？一念妄动吗？那如果你用这句话套用起心论这句话，马上人你就被逼问，那请问他为什么要一念妄动？当初不要乱动不就好了？通常都是会这样问、啊、所以起心论那个 用法那样的解释呢，就是先透过这样的一个说明，这种生灭门这样的说明，到最后告诉你，当你能够呢觉悟到这个妄动也本来不是实有的、哦、你才能够呢回到究竟觉，回到本觉。所以不得已的他要告诉你有这么一念妄动。那实际上呢，就是我们因为在每一次在面对我们的正报依报也好，我们无始来的那种无明习气，就认定的马上就认定这是实有的，而且那个速度之快，那种生灭的无明的流转习气之相续，没有办法察觉它是虚妄而有的，它是有种种的条件因缘组合的呈现出来的。所以我们怎么办呢？就必须要透过这种无分别智的一个熏习，就是这个道理。所以你说那无分别智讲的跟这个不一样，什么叫做见神非病？你怎么知道自己是自己的见有神呢？所以一定要先透过这种佛法的熏习，哎，让自己知道说，哦，原来我有这样的一种概念，这是我的见有毛病。我有人我的概念，我有法我的概念，这是错误的。实际上，这是空性，啊，这不是实有的。所以，当你用这样的一个了解之后，你回观反照自己。在这样的一个修学过程当中，你是不是能够看到这些现象通通都是虚妄的，不是实有的，一层一层的下去。所以说是不要看这个郑老师的右边的，那你看一下三十六页这边右边的哈，但是我们看了挑着看哈，先不要连刮胡一起看啊。所以三十六页详事妄因这边，他所立知的，是故当知身尽
正报依报，时须在三界内方见，三界外不现。就好像他讲的五色圆影一定要借由见那个灯上面才会现，你见屏障见桌子椅子不现，所以类似像这样子，你以为有生有尽是在三界内，然后生尽虽不离三界而现，但是非即三界内实有，不是三界内实有啊，是见性带有一分无明，你才会觉得生跟尽是实有啊，是带着无明。就像我们现在这样，我们就觉得这五蕴的色身啊，外面的依报世界是实有啊，所以你会觉得有生尽都是根本见病之影啊，啊、哦，是你带着无明的见看出来的现象啊、哦，所以所见之生尽是无明所生。不但如此，能见的见性也是无明所起。这句话讲的是哪一句经文呢？审见俱审，审见俱审啊，引见，对不起，引见俱审，引见俱审。接下来讲见审非病。好，你看新表姐想讲的，如能够看到无明妄见的真见，就非是妄见了。也就是呢，能够照破见相两分，都是无明所熏起的，那就是真智了，也就是真见了，离能离所脱根脱尘，本来无病。也就是套用三性，遍计所执，依他起，都不是实有的。必须要住能缘所缘都离，离能取所取，无恶取，那才是真实的唯识。讲的就是这件事情。所以要看破相见两分，相分见分，都是因为带着无明，你才会觉得有能见的见分，有所见的相分。你能够了解这些都不是实有的，你就才能够看到圆成实的真智真见、哦、那么下面既知是无明所成的，因此终究不应说此生尽是三界内是见性所生，或者是非三界内或非见性所生，所以干脆直接、哦、是三界内即三界内或是离三界内不可以，或者是即见性离见性也不可以，这样看就比较清楚了，因为都是无明造成的、哦、大概看到这边就好、哦、我怕的就是下面这两格你们再自己慢慢看。然后那么这个是别业妄见，接下来我们再把同分妄见呢再念一段啊，回到科会哈，云何名为同分妄见？阿难，此阎浮提除大海水中间平路有三千舟，这个对于我们了解一点关系都没有，他只是要去叙述这个气世间啊，这个除了大海水中间都可以有住人的，郑州、大洲、东西南北总共有四大洲哦，东西瓜量大国凡有2300，我们也不要去在乎那个2300怎么算出来的哦，我则光是这个2300你就要追究半天，那到时候呢你就发现说以前的2300跟现在就不一样哦。然后其余小洲在珠海中，其间或有300-200国。或一或二，至于30-40-50，因为印度当时候啊没有统一的大国，是后来才有，哦，所以呢，这个我们释迦牟尼佛才举这个例子啊，以为呢都是这样。那我们其实我们中国也类似哈、哦。好，再来，阿难，若护持中有一小洲，只有2国，啊，真正他要讲的就是这个，为一国人同感二缘。则彼小舟当土众生堵诸一切不祥境界，或见二日，或见2月，
其中乃至晕视配绝，惠薄飞流，覆耳红泥，种种恶相。当时候的这些天文气象的话，他们觉得都是灾相，我们现在都觉得这是很特殊的景观，还特别呢集合大众 去拍照。好，那么但此国见，彼国众生本所不见，亦复不闻。你看他上面的科判了无其实都到这里没有了，经文没有了。所以我们这个正脉书呢，教光法师呢，哦，还有说明呢，只不过呢，这个科会竟然就没有了。哦，稍等一下哈，我看一下他的说明。他说哈，本来应该要有妄音。一样的要详视妄音，但是呢为什么缺呢？他说留在下面这一颗啊，进退合明里面再把它讲出来啊。那么所谓的留到下一颗去呢，就是呢立言这个娑婆世界，我看一下哈，就是四十八页这边那个妄音呢，就是四十八页这里，啊、哦，或者是说从四十七页的最后一行，啊、哦，到四十八页这边，啊、哦，他说把这个音呐、啊、留在这边讲，哦，那么举这个例子呢，为什么要举这个例子呢？第一个，这一国的人都共同感得这样子的恶缘。同感恶缘，同见这些灾相，所以同分，而且异知、哦、那么为什么只有这国人看到，另外一国人没看到呢？这可见完全是自己感得的妄见，另外一国人因为没有造这个恶业，所以他看不到。不过呢，每一次看到这边，我们就会觉得这小岛也要很大吧，要不然我们台湾再怎么样也都可以看得到。哦，为什么刚好就，除非是浊水溪分开了以后，北部的人看到了跟南部的人看到了，就变成一个是中华民国，一个是台湾国，所以就看到了不一样了。那要不然怎么可能一个小岛上的这些天后灾相会有这么明显的不同？不是佛陀是举一个例子就是了，啊，所以他才会说呢，同样的小岛上竟然有一国人看得到，一国人看不到，所以叫做妄见。啊，这个正脉书是先做这样说明，那么底下呢，这个是开始再去讲这个进退合明。我告诉各位，进退合明比这个还更困难。今天这个我还起码多少交代出来，我不知道我下礼拜那个进退合明哦，到底能不能，我只好求佛力加持了，真的。好，请各位合掌回向，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